嗨，大家好，我是波皮。今天镜头比较远一点，所以说我讲话要比较大声一点。然后，嘿，呼呼，你来了，坐下，坐下，坐下。对，然后就是今天是我的生日。对，其实还蛮奇怪的，就是自己生日，然后自己在那边拍影片，感觉超自恋。但是随便啦，就是应该说我想要以比较轻松的方式来拍一支影片，因为我每年生日其实都会打一些文章嘛，可是我今天不想要再很无聊办一些抽奖或什么。我今天呢，就是我本来其实想要收集26个我的小怪癖，但是因为26真的太多，对，而且是因为我今年就是要满26岁的关系，可是26个真的太多了，所以我最后收集了，我看哦，1、2、3、4、5、6、7、8、9、10、11、12、13，我最后只收集了13个，所以就是只有一半这样。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以我目前的就是脑力的状态，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想出26个。然后呢，我有来，记上。对，然后今天想要走一个一镜到底的路线，这个样，所以就是因为我不想要剪接，剪接很累，我只想要加几个重要字的字幕而已，所以说。就是，反正我就是因为我要过生日，我不想要过劳，就这样子。OK， 然后那现在就来讲怪癖的部分。就是说第一个呢，我想到第一个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我是真的很讨厌这件事情，就是我很讨厌讲电话。就是除了就是七先生或我妈或我婆，就是一些家人打电话给我，我会觉得说OK， 就是我会接以外，其他人我都只要看到电话打来，我就想说，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就不管是早上哦，还是就是晚上，或然后我有事或者我没事，我都会觉得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就觉得讲电话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像现在啊，就是不是都有很多 Line 啊、Facebook， 然后 WhatsApp 这些软体可以好好讲话吗？然后我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打电话来？然后打断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管我正在做事，或是我正在发呆，或是我在睡觉，我都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打断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就会觉得很没有办法忍受这件事情。而且再来就是像那个如果工作上的事情啊，有时候在外面就接电话，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妈嘞，就是你现在到底在讲什么？因为如果有时候在捷运上就叽叽，然后我就会什么东西都听不到，我就觉得说。然后讲了一大堆之后，我想说到底在讲什么，我就觉得很烦躁。然后有时候你跟他说可以请你 email 寄给我吗，然后结果就是后来还是没有寄 email 来，我就觉得到底想要怎样。所以我其实超讨厌讲电话的。然后再来就是我很喜欢挖耳朵，就其实我已经喜欢挖耳朵到一个有点病态的地步，虽然我知道这样不是很健康，但是我是以很小心翼翼的方式在挖耳朵的。就是我爱挖耳朵到我一天可能要挖2、3次耳朵，就我只要突然觉得哎呀耳朵好痒哦，然后我就会立刻去拿挖耳朵的东西来挖耳朵。而且呢，这个立刻到就是我觉得已经到有点强迫症了。就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啊，我有一个铁的铅笔盒，然后在我铁的铅笔盒里面只有放一支原子笔跟一支铅笔、一个叉子，然后还有一支挖耳朵的，就是我的铅笔盒里面还有放挖耳朵，因为我很怕我在上课的时候会耳朵很痒，然后我就很想挖耳朵，我就一定现在要挖，所以我就在铅笔盒里面放了一支挖耳朵的，就是这就是我就是挖耳朵的强迫症，就因为难以启齿。然后再来就是我讨厌出门，就是。如果说、啊、像我今天哦，就是基本上我就想要昨天，我想要今天说，我明天可以一整天待在家里耶，然后我就觉得心情好好哦，就觉得怎么那么好，可以一整天待在家里，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如果有时候就是比方说，就是如果不得已，非不得已，我真的不会去人很多的地方，因为我觉得人很多就是很肮脏啊，就是像比方说。像如果有就是要出去外面工作的话，我就很希望在4点半以前可以结束，因为台北捷运到了4点半以后5点开始就会人超级多，
然后每次这样一多，我就会觉得哦，我肠子要被挤掉了，然后我就是生命在消逝当中，我就会觉得我很害怕，就是在很多人的地方去消耗我的体力，我就觉得超累的。所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我尽量都没有很想出门，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很想要宅在家里面。好，然后再来就是我很喜欢很喜欢垃圾食物，就是比方说汉堡、薯条、炸鸡、洋芋片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主要就是油炸的东西吧，我想。然后如果有加辣就最好，我觉得这是我就是减肥一直不会成功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可是因为你不觉得就是如果今天你真的很喜欢吃这个东西，然后你要为了要减肥啊，或者是为了其他事情而不吃它，对不对？我觉得你可以比方说哦，我这个月不吃它，我下个月不吃它，我这半年不吃它，我这一年不吃它。哎，可是你真的很爱这个东西，你能够一辈子不吃它吗？我真的觉得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觉得 OK， 我就放弃这件事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且我看那个日本的那个哦，对，虽然多吃这种东西不是很好，但我看日本的节目，那些很长寿的老人家他们都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那我就觉得那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有什么关系。好，我真的越讲越觉得自己很蠢，而且我就对着镜头自己一直在面笑，而且狗都睡了，我以为他们会在我旁边跳来跳去让大家觉得很快乐之类，就他们根本没有要理我啊。哦，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从一个少女嘴里说出口好像不是很好，就是我很喜欢抠伤口，就不管是脸上有伤口还是身上有伤口，或者是别人的身上有伤口，我都会觉得好想把那个结痂抠掉哦。像我现在这边，就像我常就是为什么我会留痘疤，然后痘痘不会好，就是比方说像我常会长身体痘嘛，然后为什么都会长在那里很久，就是因为当它就是长出一些痂的时候，然后我就会伸手去抠它，我就觉得很想抠，所以就是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所以我的伤口都会很久很久才好。再来就是为了要向大家说明，就是我接下来这个怪癖，我刚忍着我这个怪癖忍很久，就是我很喜欢折手指、折关节，就是虽然我知道很多人说折手指手指会变粗，可是我就是想折啊，我就是忍不住，就是我就是想要这样，哎，收音收得到吗？不知道，就我就是想要这样好好的折它，很爽快的折它，我就觉得好舒服哦，就觉得好舒畅哦，然后像脖子也是啊，就这样就可以啪啪啪啪折一大堆。这样就可以折一大堆，我觉得通体舒畅，而且重点是，我觉得最愉快的事情是，奇异先生他也是个很喜欢折关节的人。然后像比方说后面脊椎这边自己折不到，对不对？然后他就会这样把我这样摔跤招式，招式这样抓起来，咔，然后我的脊椎就会打开，我就觉得全身都好舒畅，我就觉得真好，就是讲了一堆很奇怪的怪癖。再来哦，我就是很喜欢吃生蒜头跟生的洋葱。那蒜头的话，我觉得就算煮在汤里面我还是很喜欢，可是像洋葱我就不喜欢熟的，我觉得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熟的洋葱的口感以及它消失的呛辣的味道，我就是要就是生洋葱跟生蒜头那种很呛辣的味道。像如果啊，我就是去吃火锅的话，我就是会加非常多的大蒜，还有一些辣椒，然后生的葱。可是如果很多绿绿的，就是青葱，我就不要，我要白白的地方，我要葱白的地方。然后加一滴滴的香菜跟香油，没了，就这样子。我就是不喜欢加酱油，就是对，顺便可以讲到另外一个，就是我很讨厌大部分的酱汁，就是比方说像我们去面摊啊，就是点一些小菜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台北面摊阿嬤们，就是他们都会很大方淋很多酱油，然后我看到酱油我就觉得说哦，就是可以不要嘛，而且我刚刚忘记讲要就不要淋酱油这件事情，因为我就是很受不了，就是我很怕就是太咸的味道，或者是说有时候去吃些东西他会淋甜辣酱或什么，我就是很怕酱的味道，我就不喜欢那种
我说不上来哦，我不会讲，就是，可是我就是喜欢，就是比方说生蒜、生洋葱这些东西，啦啦，然后可能就加一点点香油，我就觉得这样很好吃。然后如果我去吃烤肉啊，去吃火锅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只要这样把它夹在里面吃，我就觉得好好吃哦。可是我就是不要沾任何的酱，像吃水饺我也不要沾任何的，就是一般的酱，我会加辣椒，然后我会加我自己腌的蒜头，但是我就是不会加水饺店所提供的酱包，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讨厌这件事，好琐碎啊，我就一直在碎碎念这些事情。可是怎么讲啊，就觉得想要打破一些大家对少女的想象，所以就决定把这些很奇怪的怪癖都讲出来。哦，对，除了酱油以外，我还很讨厌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是在所有食物、所有调味料里面我最讨厌的，就是我超级讨厌紫苏。我只要吃到紫苏的味道，我就会抓狂，我就会觉得说，到底谁要放这个东西在里面？就是像之前有一天，奇异先生在吃一个梅子的糖果，然后他就丢了一颗给我吃，而且他直接拆开，然后这样啾丢到我嘴里面，然后而且我吃之前我问他说，这有紫苏吗？这有紫苏吗？然后他说不知道，哎，你吃吃看，就丢进来了。然后我的意思说，啊，这有紫苏味道，然后我就开始抓狂。然后他说怎么可能有紫苏的味道，他就吃不出来这个样子。然后我就开始抓狂，我就把那个就糖那样子这样吐出来，吐在手上哦，因为我这就是附近没有垃圾桶，可我真的太想要把它吐掉，我就把它吐在手上，然后再把它拿去丢掉。然后像之前去日本工作的时候啊，就有一次刚好日本人他们就是给我们吃的那个菜里面刚好有一道是那个紫苏包着那个麻吉那样，然后粘得很紧哦，我就这样一小步一小步的把那个紫苏全部拆下来，因为我真的很讨厌紫苏，而且日本人就觉得我很奇怪，刚好把它拆下来，因为他觉得那个东西可以吃啊，因为有时候不是会有假叶子包在那个麻吉上面啊，然后我就用很破的日文就跟他们说，我最讨厌的东西就是紫苏了，可是觉得好像有点没礼貌，可是我真的很怕很怕紫苏的味道，只要沾到一点点，我就会觉得说那股我说不上来，是草味还是什么吗？我就是不喜欢。而且你知道现在快要选举，外面候选人的车又在那边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真的觉得谁再来我们就不要投谁好不好，我们必须让这种选举文化被终止，因为他真的很讨厌，非常的扰民，尤其现在假日大家都应该需要好好的休息，可是他们却一直来一直来，我觉得这是很不 OK 的一件事。对，然后哎，我有说过今天是一进到底吗？有，我说过了。好，然后再来就是哦，我很讨厌就是煮熟的青菜，就是比方说怎么讲，就我并不喜欢吃所谓的烫青菜或者是什么，我以前是直接是不喜欢吃青菜，但我现在就是觉得我不太喜欢吃烫过的青菜，就是少数我可以接受啊，我可以吃菠菜然后跟一些根茎类，就是我很讨厌烫过的叶菜类，因为我就觉得它的口感变软软，我就觉得好恶心哦。然后我还没有办法吃，就是比方说茄子啊、丝瓜那些煮了以后会变得极度软烂的东西，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可是我可以吃生菜，我就觉得生菜很好吃。比方说像胡萝卜，我也可以吃生的；小黄瓜吃生的也很好吃。然后西洋芹吃生的也很好吃，洋葱吃生的也很好吃，反正我就是觉得生的东西啃起来就是脆脆的感觉，就是吃起来比较爽啊，我也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个人喜好这样子。然后呢，哦对，就是我很喜欢吃辣，就我唯一能够接受的酱料就是辣的酱，但是就是真的要很辣很辣这样子我才会觉得就是我可以接受它，就是有一些时候去吃一些就是面摊啊，或者一些还有什么东西会放辣酱，突然想不起来，反正就是他们桌上不是都会放一些看起来很酱的辣酱，可是那些其实就是你真的加下去以后，你就发现它就是咸而已，它一点都不辣。然后我加到我就会觉得很生气，因为我一点都不想要吃那么咸，然后却让我吃那么咸，然后我就是很容易生气的一个人。而且这支影片也太长了吧，现在是十几分钟的意思嘛。好，然后再来就是
对，然后我刚刚提到就是我很讨厌酱油这样，然后我刚前面讲了十几分钟，竟然有一半时间都在讲吃的，这真的是一件还蛮尴尬的事情。OK， 然后呢，就是最后，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少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很喜欢看政论节目，就是我每天半夜在打文章跟修片的时候，我都是配着政论节目在打文章跟修片的，而且我觉得多看政论节目有帮助，就是脑袋去思考，就是因为你可以就是去分辨说这些人讲的到底是谁是有根据的，然后谁是讲屁话这样子。那前一阵子，很前一阵子，大概半年前，比较喜欢看新闻面对面，那现在喜欢看政经现实批，因为我觉得政经现实批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很失控的场面，所以显得很有趣这样子。OK， 然后就是我喜欢看政论节目嘛，对不对？可是我很讨厌看连续剧，就是我觉得我讨厌看连续剧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说就是剧情不好啊，或是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一些穿着打扮或是场景之类有问题，都不是。就是我讨厌看连续剧的原因，就是我必须每天一直锁定它。就是我很讨厌那个被绑住的感觉，我是射手座，就是我就是很讨厌那个被制约的感觉。因为比方说政论节目，我就可以选择说，就我今天看明天不看根本就没差，因为他每天讨论的问题，可能都是一样，可能不一样，但是就是反正今天讨论的事情跟昨天讨论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昨天没看，我今天还是看得懂，对不对？那可是连续剧就是一个，虽然说有时候你可能很久没有看还是看得懂啊，因为我每隔两个礼拜回新竹去找我妈的时候，我妈在看连续剧嘛，这样，然后我就会问她说，那两个礼拜前不是差不多就是已经这个进度吗？我妈说，对啊，就是还是接起来，就是其实也还是有这种事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看连续剧的时候，你就是会被制约啊，就是会需要有，就是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我很不，就是觉得不喜欢的地方吧。所以说像大家每次就是跟我说要敲一些不管是韩剧还是台剧或是就 whatever 随便就是各式各样的连续剧或者是连载漫画的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有点觉得怎么办，因为其实我很讨厌看就是连续的东西，因为这就是会制约我，就是觉得没有办法，我就是要一次看完。比方说就是我就喜欢看电影，因为电影就可以一次全部看完这样子，而且这影片真的很长，然后要来好不好？啊，他们不理我哎，两只就是各据一方，一个睡在那边地上，一个睡在这边床上，都不理我这样子。然后好啦，算了 ，OK。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个地方，希望你不会觉得很无聊或很没有意义。那就这样子喽，拜拜！记得要订阅我频道，虽然说这个影片跟其他内容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看到更多的中文，就这样子，感谢大家每一年的支持，谢谢。Happy birthday to me. Bye bye.